간다참시가시시비에get for 5 years of say say that 没搞定我给他我给他也搞定对手上我给他下周发表谁有给他下周人生跟着吊牌一样入對沙發入我一個又是跟住即刻踢走了又是咩你已被 Pumpmaster 驅逐跟住冇會錯我新嗰個 account 呢又被又 ban 咗 ban 啊2009個 account 就6月頭嗰陣唔 ban 而新嘅 account 2020呢就喺13號嗰陣又係 ban 呢啲 US 啊！我諗緊依家望下邊度死，就算有都得幾個 server。跟住嗰陣就玩 ES4， 你話其實依家都好想玩 ES4， 不過如果要玩 ES4 嘅話咧，冇乜機會。double， 你必須要 download 呢個 hack HUD 啊！呢個 Apps 嘅你先去玩，以前玩 ES 都要對付呢個 Apps 嘅，唔係，或者 S 呢個 program 點開呢個 program 先去玩，正常你原本玩係玩唔到嘅。而家需要望太陽深圳明星幾鐘咁樣有個台灣人叫咩 DUCK Visualization on PS4， 好開心咁樣去望咩咧？而一鋪64人嘅征服，實咗76個人，最高紀錄。我諗緊望過佢嗰個畫面咧，全部基本上都係揸車，匿咗喺個房車嗰度，嗰個三號嗰個位 A。呢啲炮咧，唔係依家咧，打車嗰啲 A 炮咧勁啲，而張 cam 咧就之前見過，我都係兩七戰車喺個山窿度係影 cam， 公點都係 cam 入邊，完全覺得就咁樣啲手抽，最試過最高係上到172個。不過我真係成個雙方又崩啦，唔夠人數都照開雙。六月我真係六月中嘅啫，依家冇乜動力。依家又多咗個咩？128個突破咯，不過兩張新地圖咯。我諗緊，喂，你唔係上咗突破咩？點解突然間又有翻128？奇怪。變去啫，
生是一心高啥高，谁背靠的是个一把的中头呀。甚至一靠波波那咩点唱个模式，我们都要按个 energy 多啊，对。但是连中两关的对老对老的输嘛，对呀。但是邊隊邊隊輸都有變數，下禮拜先知啊。嗱，即係邊隊輸就科兩個，簡單嚟講咧，我諗翻先頭前一嗰陣，紅隊三關輸曬，科兩個，仲有嗰兩個咧。是整個雙傳裏面最嘅年紀最大的男隊咧，但係 feel 到咧雙傳已經嗰個實力係大過一點。雙一咧平均年齡去到只有14、15歲啫，第二咧平均年齡去到20多歲，最高29歲。最低至12歲、13歲、13歲。如果男隊輸又科嗰兩個，即係假嚟講，男隊好似得翻個人。我好似六個，阿 Crystal 又封咗，阿做咩？仲係 Kevin 啊？7個人啦，包兩個真係得翻5個人。紅隊就有7個單位，不過七個單位裏邊仲有嗰六個啊，唔係，假啲嚟講有十二個人，12到5。Oh, yeah.